据媒体报道，摄影师在横店某餐厅就餐时，目击当红男星魏千翔对一位女生摸头抚背，之后又紧紧相拥，举止亲密。五天后，魏千翔在酒店健身房举铁，这位不知名的女士再次前来相陪。在几天后，梳着丸子头的她来到酒店，魏千翔与其会合后一同上楼，疑似恋情曝光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